我不想要只是当一个花瓶，也想要在这里找到更不一样的自己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体验，之后我也想要在 Miss Asia 的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，然后勇敢的去展现自己。就是其实我是超龄的那一个，然后我想认识，想看一下他们，就是年轻的他们到底追梦想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。我的加分项，我觉得，应该是才艺吧，跳舞，笑容的治愈力吧。口才，内心的坚定吧。可能我的颜值没有，开玩笑，我爱讲话，比其他人更好一点啊，老一点哦。